新北市中和呢，半夜传出了枪响了，这个嫌犯要求女朋友跟他一起吸毒，被拒绝了。结果呢，这个男朋友呢，竟然拿着改造手枪啊，趁女朋友熟睡的时候呢，就朝着女朋友脸部连开两枪。没想到呢，女方也真的是命大，被害人的表妹及时发现了，报警把他送到医院，目前暂时已经脱离险境了，简直就像连胜文当初枪击案的翻版。表妹惊吓过度，哭到几乎无法站立，全靠着警察搀扶，就连上了警车还是害怕的全身发抖，掩面痛哭，因为自己刚刚才从枪口下躲过一劫。但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表姐却在睡梦中被恐怖男友朝脸开了一枪，性命垂危。枪击案发生在23号凌晨12点，吴姓男友要求女友和他一起拉 K 吸毒，但女友拒绝，还要求分房睡。嫌犯吸毒之后精神不稳，竟然拿改造手枪开枪杀人。我不清楚哎、欸，你不清楚、啊？对，我只是陪我妈来的。你妈妈在哪里？她回去了，她回去了。脸书上两人合照看似甜蜜，交往将近10年。根据了解，吴姓嫌犯曾在酒店工作，目前没有工作，生活费用全靠女友供应。警方表示，嫌犯连开两枪，一发子弹从左眼下方射入，右耳旁射出，宛如99年连胜文枪击翻版。只是连胜文在加护病房观察3天之后转到普通病房，但陈姓女子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，而恐怖情人案发后逃逸，警方也还在持续追捕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